从 Pro 到 Sleeping 的方式，在看别人，都是你吗？他的没有，你们自己推派啊，你们自己决定好就好。来换到 Sleeping 的方式，用 Way Shift 的方式。你要记得，就是因为 SCI 他们可能如果是 C5 到 C7 左右的，它一些手部的功能还不是那么完整，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肩膀、肩胛这附近的肌肉，包括流透的那些去做用力，这样子。然后他先 Way Shift 到 Sideline 的情况 ，Way Shift 到 Sideline， 然后再过来一点，没有，这个到侧躺的地方再甩甩。好，那你可能要再过来一点，怕你会掉下去。你整个人过来一点，对，怕你会掉下去。好，到撑到侧边去，到 sideline， 对，到这样子。这边都是用这边肩膀的力量起来，然后甩手往后，然后再甩手往后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，好，